大家表现得非常优秀，体现出了体育的运动精神。姜桥老师这种以身作则拼搏的精神给我们队带来了非常大的信心。虽然我们这次没有任何奖励，但是我在我们经理人身上看到了那种无畏向前冲的运动精神，所以我非常相信我们这次能够跟大家一个不错的成绩。我们冬季两项是一个团队项目，接下来希望我们团队之间有一个更好默契的配合，好吗？好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训练，来穿板，来排好队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看我的学长，三、二、走。有点意思了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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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，收腹，收腹，对，行，很好，哎，走你，好，有了，有了。通过前面的游戏训练，我觉得大家都有了明显的进步，在整个的滑行环节过程当中，我们是不输的。哎，明天我们能胜利在握了，你又赢了吗？这不。尤其是我们的刘星宇很有自己的这个天分。哇，贼快！这个是真的快，这个。哈哈！哇哇！哎呦我！看看，看看。哎，漂亮！这么快啊！哦，来吧，去训练吧，兄弟们。别看他们，我们先做这个动作，来，先支撑，然后我要准备压了啊，压雪仗，走，往前滑行，你跟着我的节奏走，还不会吗？看我，先压住，点点膝关节，弯曲一点，哎，再弯。上体再压住雪杖，对，控制好雪板。你看刘星宇滑得可好了，他。星宇是我一直以来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就是非常喜欢。和他第一场比赛的时候，我就被深深吸引了，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，然后。包括他对雪上项目的了解都比别人要强得多得多。哎呦，棒。比下了。来，过来。你会射击吗？还行，来射箭这里我应该是最准的。哦。咋就挖我呀？那肯定的。录下来了你咋整啊？就是要录下来的呢。发现刘星宇经常会跑到女仰慕，对，有这事儿？好难啊，这个！哇！我天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好难啊！哇，好难啊！文仔怎么样？再得熟悉一下。我看姜潮队啊，猴子他妈狒狒。我觉得我们组能力现在是最弱的嘛，其实心里面挺忐忑的。老师，您看我滑的对吗？不对不对啊，你这个是推进前行了。来吧。哎哎哎哎，这是重心靠后了。先慢点来，你只要第一步滑稳了，后面就会很快。哦啊，别着急！哎，
是，别坐才帅啊！啊，多可以，哎，来吧。哎呦，姜潮老师一直在不停的摔，不停的摔，但是他摔完之后立马爬起来，又接着去滑，总是以一种很开心的状态去摔，他感觉很享受摔的那个过程。我想以身作则，我觉得你面对他，去挑战他，然后迎合他，再改变他，再去进步。啊，抬右脚，对吧？玩动作是标准的吧？重心一往后就会不稳了，重心一定要往前。哦，这个意思啊。三、二、一，走。你看我们的队员，太棒了都。我希望我们团魂，我们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，不怕辛苦，不怕失败。我们开始是这几个人，结束也是这几个人，就是不离不弃，不想分开。我们队继续努力，不卑不亢。我觉得这也是体育精神，也是我们俱乐部的精神。我们队的实力是很强的，基本上就已经锁定胜局了。继两项的分训结束，三大俱乐部任重而道远，倒也有温酒半客的悠哉，名曰团建。哇，好香！哇，披萨！哇，哎呦，火锅！哎、哇哇，太香了，无敌！团建开始，哇！好丰盛啊，地地道道的，太香了，我的口水。各位开吃前我用三星手机拍一下美食啊，必须得拍下来。不好意思了各位，我们就吃了啊，真的很香。今晚还可以续一碗吗？没问题，吃好喝好啊，喝好吃好啊。好吃好吃。这是咱们团队的第一次团建，咱们碰一杯呗。来呀、啊，来吧，干杯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是独角兽，哇，好好看啊！小狮子，真的太谢谢你们，就是能给我过生日了，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不用谢，今晚所有的消费由 Kitty 买单。第二场，我就感觉我们俱乐部现在有点像一家人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六兄妹。不，我真的非常爱我们的队，希望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团队。我也没有想到你们还知道我的生日，然后我的愿望就是能和大家以后还有很多很多机会在一块玩。很开心。对，